大熱門仍然是5啊。好啦，跟住入閘燭光晚餐，最後入閘風生水起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二場賽事三班千二的短途賽，大熱暫時是5，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起步的時候啊，咁啊耀寶唔係好快喎，紅帽內欄尾子嗰只啊，何好運咧就紫色衫啊，暫時墊後啦。好啦，搶啊搶啊，就係呢只燭光晚餐噶，外邊咧就年年有型啦。第三位嘅馬就係駿馬為伍，第四位加非凡，第五位風生水起，後邊三隻耀寶響尾三啊，尾二就旭日升啦，暫時墊後係何好運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過呢個八百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匹咧就係呢只燭光晚餐噶，接嚟足個幾馬位啊，咁啊跟住第二位就年年有型。第三位有骏马为伍，第四位加非凡，第五位风生水起，后面的三只耀宝、尾二、旭日升啊，暂时包尾仍然是何好运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啦，烛光晚餐占先少少噶，中间绿色衫年年有型啊，外边南晚洲啊骏马为伍啊，进占第四位咧就系红帽嗰只耀宝嚟嘅，出边追啲就风生水起啊，何好运依家攞出去外边，最出仲系只旭日升啊，最后二百米到啦，中间耀宝斗紧埋边，年年有型啊，后多层啊嘛，有加非凡。風生水起，出面是旭日升啊！最後一百米到啦，耀寶走甩咗一個身位，贏出呢場賽事。旭日升咧就跑第二，第三名是風生水起，第四名要影相喎。埋邊年年有型，出面是何好運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耀寶都是跟手內欄慳咗啲位先啦，出閘唔算好快，被動啲咁，但是一樣直路衝贏曬，亦都攞到呢個新馬嘅特別獎金150萬啊！咁啊，五号耀宝啊，临尾又回翻上3.4倍喎，佢唔系大热门嚟噶，咁啊潘顿赢啦。啊，第二名咧，二号嘅旭日升何泽尧啊，第三名咧风生水起嘅话，咁啊呢只就三号啦，何铭年。第四影相啦，何好运同埋只年年有型啊，打得翻风生水起啊，咁啊，耀宝慢一慢嘅出闸都啊，嗯，又系顿一顿咯。不过今次又望空啦，唔使上次咁塞车，潘顿都冇拣错。前面正常啊，烛光晚餐嗰啲走啦，所以都拉翻散。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咧就系五号嘅耀宝啦，独人派34.5，位置派17蚊。跑第二名二号旭日升，位置派15.5。跑第三名系三号啊，风生水起，位置派54蚊。连人位二搭五派86蚊。二重彩啦，五号、二号顺序派137蚊。单天二号、三号、五号派526蚊。位置 Q 二搭五派30.5，三搭五派137蚊，二搭三派128.5。三重彩五号、二号、三号顺序派2130蚊。跑第四名系八号啊。何好运嘅时间1:08.58啊，呢场都几快啊，时间都系快啦，咁多走啊，自己烛光晚餐同你肥啊，啊何好运临咩啊，好多飞啊，最热嗰只佢嘅，因为佢追得唔系好好啫，其实算几只喺后边扑上嚟，佢即系紧紧影翻个第四嘅啫，一只两只落飞系年年有型啊，飞格啊嘛，何好运又系落飞啊，大热门。年年有型咯，系成日都落飞嘅。变咗啲嘢，耀宝啊，弹翻上去3.4啊。
上次本來都好近噶啦，今次真係叫保重啫。咁就唔使十幾蚊，都仲有啲少少分頭啦。咁啊係啊，臨尾啊又彈翻上嚟三倍，咁都唔錯。勁好運嗰啲啊，多十幾蚊。咁啊，潘頓攞咗十二分啦。咁啊，騎師王又好熱噶咯喎。都係嗰兩個啫，應該賽前都係。即係下場又輪到布文嘅，一同一下場奮鬥心喎、啊，布文係啦，呢只攬上嚟跑潘頓分布文一樣嘅啫。因為你騎我騎你騎我騎啲馬換嚟換去，呢件賽衣好有紀念價值啊！滑系嘅賽衣啊，呢、個海旋門再見到啦，依家又轉咗寶字啦，通常啲馬係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恭喜曬馬主獲得自購層出賽馬匹特別獎金港幣150,000元啦、啊！今日就唔見阿嘉欣拉頭馬喎。旭日升啊，加出自己水準咯，始終都係啊，追上嚟咁。咁佢又進咗一格咯，即係啲對手冇咁多強手喺度啦。咁啊，可能五號最強咯，即係你數啲升有升味啊，即係上升空間多嘅。嗯。佢都係即係好穩陣啊，用佢做膽嘅話。好啦，咁場就田徑運動員有好多運動員同埋教練啦，同埋中國香港田徑總會啊，同中國香港柔道總會嘅代表，辦啲紀念品啦、啊。咁所以見到你旭日升嘅位置仲熱嗰只耀寶啊，嗯，大家覺得三甲咁啊，機會都高啊。你攝只風生水起上翻嚟啦，係咯，係咯，最冷門嗰只嚟嘅喎，呢只跑得翻。不正啊！之前咁真係好叻嘅，本來係啊，初出嗰場又係掃啲對手又係好強噶嘛。睇翻第四名張相話咁啊，八號嘅何何好運啊，最尾一隻啊。四連環預計派出啦，二號、三號、五號、八號派273元。四重彩預計派彩五號、二號、三號、八號順序派5413元。巡邏影片留意二檔嘅耀寶出閘，起步咧佢自己揈一揈嘅馬頭啊，跟住咧出閘就慢咗大概兩個馬位到啦。另一隻何好運就留住跑啦，但係只馬個操控唔係咁容易啊，所以呢啲馬換咗人咧都係要小心啲。咁前面呢只燭光晚餐咧，都預咗佢係咁啦。你見到佢行圈啊、閘前咁嘅形態咧，佢都唔係好拉得到啊。咁一路係咁走咯。咁啊，年年有型就快跟第二嘅，跟住就進馬為伍第三啦。風山水就第四嘅，埋邊就加非凡啦，跟住耀寶尾三，尾二旭日升，包尾咧就何好運嘅。都拉到個馬群散咗啦。轉彎嗰段又係好快喎。今日轉彎嗰段嗰個場地可能都幾快。21秒幾啊！好在仲有一追，即係個場地咁快。係啦，即係唔係話有時場地快走甩咗啊，追唔到㗎嘛。係啊，咁啊，見耀寶慢慢轉出嚟咯，潘頓都唔急呢度啊，擺正先啊。反而何好運嗰度咧，想賺啊，喐華星嘅入邊啊，咪而家都望空島啦呢度。但係你睇只馬咧，都係有啲側馬邊啊，兩邊片咁，個馬頭歪嘅。你起位心都要就住嚟跑嗰啲馬。埋邊就潘明輝好落力啦，鐘嘉連亦都係好落力啦。好啦，第二場都覆榜完，不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二搭五派30.5元，三搭五派137元，二搭三派128.5元。二重彩五號、二號順序派137元。四連環二號、三號、五號、八號派273元。四重彩啦，五號、二號、三號、八號順序派5413元。馬寶派彩啦，頭關一號尾關，五號派107元，頭關一號尾關，二號安慰獎派19.5元。第一號馬 T 頭關一號五號七號尾關二號三號五號派21633元。
分段時間頭段24秒02，第二段21秒87，末段22秒69，總時間1分08秒58，比標準時間快5先。